家好，我是因为长得太白做不了黑猫警长的白猫警长。大家好，我是刚从新东方过来，对，东方过来的白敬亭。那个小白，你每次来呢都有 rap 啊，今天没有。我不太认识那个人。总会有人对你指指点点，将努力可能都会有人对你不满。然而这些并不重要，可是不见时间总会降那么证明我并不是昙花一现。白敬亭，或许我们都太年轻。哎，忘词了。或许我们会又忘词了。我跟你说，完全不需要紧张，因为你忘词的这些片段一定会播出的。不太认识那个人，我不太认识那个人。接下来就欢迎小白再一次带来他的 rap， 好不好？要！不！要 trap B 要。我现在有一个脑洞，我现在有个推测，我知道他这个声音是做什么的了。我推断这是一个延时装置，也就是制造一个不在场的。一二三四，黄绿橘黄，这个也跟那个密码锁有关系。他为什么把这个卸了？是因为这个东西过不去。完美，小白完美。我最厉害啊！最厉害的是什么？最厉害是。最厉害是招财是全国第一富二代啊，也是像我们这种真正有钱的人啊，都不露富，都不露富，这种都不露富的，从来都不露富，这我都很低调的，我从来不说我很有钱。像一颗海草，随波飘摇。海草，浪花里舞蹈。海草，管它海浪惊涛，我有我乐逍遥。是说鲛人之语深海而居，只晓其力，向来如梦佳期，若许曾经虽似何夕，都天真无忧无虑，都无尽收眼底，谁能笑容明亮一如往昔，从竹马青梅之意，到并肩不离不弃，再多风雨何所畏惧，愿此间山有木兮，卿有意，昨夜星辰恰似你，山无刷一却心有一点天地，眼中唯有一个你，哭了悲喜，却始终记。